新晋世界冠军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怎么样，心情怎么样？我觉得已经激动完了，然后呢该投入后面的比赛。确实，哇，后面有一个，哎呦，给大家发福利了啊，给大家发福利了。后面有个裸猪，后面有个裸小胖子。小胖子，新晋世界冠军什么感受？非常的开心，感谢大家。哎，你肚子挡一下，两圈了。两圈了，三圈。把陈哥肚子给拉起来。那个肚子拉起来。啊，不是新晋世界冠军。对，他不是新晋，他是老世界冠军。现在主要是想问问你们，有没有什么，现在已经拿了一个团体的世界冠军了，接下来还有什么？接下来是为了陈导，接下来单项世界冠军。他说嘞，哎呦，不用。他说嘞，陈导说单项世界冠军就不需要晚上补课了。哦，就是为了这个去拼的这个单项世界冠军，你们俩也太有出息了吧！你要是换一个理由，我都祝你们成功。就因为这个，我只能说，先好好补一点课吧。对，是的，这是其中一个。这是其中一个。对。想让那个陈导对你们稍微有世界冠军的待遇是吧？对的。对的。在想他对的。你要太多了。你要的太多了，小胖，你知道吗？行，那就祝你们这个接下来这个愿望成真啊！今年世锦赛也很快了。我还有两个月。现在我们，哎，你怎么感觉好像这么困？为什么躲避我的镜头？我毕竟要看着你嘛。你来，新科世界冠军，我也可以回答。新科世界冠军，你理我一下，你不是新科世界冠军？你问，我不问，我就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好，你好，谢谢大家。怎么样？现在有没有从苏军班杯的那种氛围里面出来？出来了，这么快？出来了。就是就像军长说，走下领奖台，一切从零开始。是的。那你拿到世界冠军有什么想法吗？嗯，首先我很开心。嗯，但是呢，我也很想为我的世界冠军出一份力。所以我要为我的下一个世界冠军努力。好的，那现在离你这个梦想呢？嗯，世锦赛是最近的。嗯，所以世锦赛努力一下。嗯，世锦赛现在压力不要这么大，现在、先缓一缓。也不是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奥运积分赛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但世锦赛也算奥运积分赛里面的其中一个呀。啊、但是我先，目标不要定得太大，饼不要给自己画太大。好的。嗯，那我祝你奥运积分赛打得好，然后拿到你自己想要的积分。你先祝我新加坡打得好，先祝近一点。祝你和祝我新加坡俩都能有自己理想要的成绩，好吧？好的。好，这样。